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阿曼，我是郑鸿仪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波多转世界啊。今天我们又邀请到简上人简老师啊，大家又有耳福了。简老师你好，鸿仪兄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。好，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简老师啊，对台湾音乐哈，哎、哦，当恭喜有够拍拼的对吧？哈、哦，无古西味啦。啊，无真正，你武力是台湾的福气。多谢多谢。那么啊，简老师以你拼这个啊，台湾的土地之歌，嗯嗯嗯，对吧？是。那你有一个是今天9月1号啊，新出版的啊，这是安尼啦，叫做南台湾的土地之歌，南台湾的土地之歌哈、哦。这就是讲最近我这几年哈啊。陆陆续续有一个观，有一个概念，就是讲，当然这个概念是较早你做这个台湾音乐的时阵都有的理念。嗯嗯，我拢徛伫一个在地主义的角度。嗯嗯，哦，因为毕竟呢，咱的文化必须要跟咱的土地息息相关，牵连做伙啦。嗯嗯，哦，所以我当走来南部，哦，伫这个6年前啦，2009年的时阵，哦，迄阵啊，上面是这个啊，做遐有一个咱高雄遐较早一个魏武营，兵营有无？魏武营，魏武营，魏武营嘛，啊，尾啊改做文化营啊嘛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底下咧起咱的音乐厅艺术中心嘛，嗯嗯嗯、啊，这个主任正好伊就来找我讲，啊，无你来接经营台湾的音乐文化好不好？你就专门去做这個，我讲啊好哦，南部靠这个。南部台湾味较重嘛，吼、嗯嗯嗯哦，啊来遐定金，嘿，可能台湾歌谣音乐文化再生的好机会，吼、嗯嗯嗯哦，所以6年前我当落维吾尔开始，甲今年都啊第6档啊啦，对，每一档我暑假哇，人底下咧驾车教授暑假都出国去旅游啊，嗯，啊我袂使，这个是好机会，当、嗯、南部定金，好、哦、好、哦，啊所以一档当底下教咱只。在地主义的精神，甲在地人，我特别甲强调讲南部就对了。嗯嗯嗯。南部人，你来写南部的歌。对。哦，所以呢，包括咧嘉义县、云林县、台南啦、高雄、屏东县，嗯嗯嗯，哎、欸，拢有人来遮参加上课。是。来学这个台湾风创作歌谣。哎。啊，我叫台湾风，就是讲咱这个台湾的音乐，有咱这个土地伊的元素，啊这。代代息息相关，按那个砍落这个精神，这、嗯嗯嗯嗯、是一段歌谣精神、哦。当然有足济外国来的歌嘛，未歹听、嗯嗯嗯，但是毕竟是外国的，咱欣赏会晒的。你要做台湾这个音乐的自主精神跟主体地位，绝对都是要定根在台湾这个土地。谢、嗯、谢，这里咱今麦访问的是简上人简老师哈，简老师是无简单哈，因为伊啊考掉公务人员哈，离这个应该是国税局嘛哈，海关在这部海关哈。那么你海关不雅呢？啊，以前啊开始做音乐创作，啊，不雅过去英国读博士，好、哦。那今嘛你深耕台湾的啊本土音乐，哈、哦。这款在这款老实讲啊，这款看看亏吼是歹赚的看亏。哦，但歹赚，我点了钱，我点了钱哦，所以接下来要有足大的毅力啦，哈、啊。所以要特别感谢这个简老师哈、啊，新的这个专辑哈，是咱台湾的土地之歌，因为你第一首叫做《啉水嘛甜》啊，嘉南边缘，嘉南边缘，因为安怎呢？咱照讲起来，台湾的开发为南部开始啦，嗯嗯，哈，较早古都台南嘛，对，啊，你咱嘉义，哦，你嘉义人啊，嘉义朱罗关啊，对，迄阵啊是台湾较早是大关，嘉义朱罗关的哈、嗯，南部嘉南边缘就是台湾开垦的基本地啦。我讲简老师，哦、你想要第一首歌，我都有兴趣哩，我跟你讲两个故事。嗯，第一个是哈，阮有一块园啊，离迄个溪埔中种荔枝。好啊，但是呢，要过迄个溪吼，遐有一个，遐有一个泉水，嗯，对，会较闷出来，嗯，好、嗯，你唔知影迄泉水哇，甜吼，是来讲吼是足清啦，嗯，啊那真正足脆大的时候，你去啉的时候，你就感觉讲迄真正甘泉啦，嘿，甘甜啦，好，啉了你知影创啥？嗯，啉了吼，烫光光，你浸的遐，哎呦，好，迄偌爽，你唔知？哎，迄热天你唔知？其他人哦，那我你足凉的啦，吼。第一就是讲，你感受到那种家乡的水。好，第二个事情是，你知道吼，我的种田的时阵，那是啊，迄、那个无水好啉嘛。嗯，啊你，我去看牛吼，迄、嗯、牛打过的迄、那个
一个河啦，一个河嘛，对对 对, 對，啊，一个河内底是不是有水？对对 对, 對，啊，你迄阵拢无水好啉嘛，干那遐有水呢？嘛是啊，卡起来啉的，上面卡要用啥卡？都头硬落来，甲竖起来，有拍落，你要啉，但是你也看到迄、那个。迄、那个啥小小虫来，这闻的闻的，啉啉、哦，你吹大哦，你无啉袂使，管你去小虫唔小虫啊、嗯，最少啊小小，因起头安尼哈，啉落了人就袂吹大，我拢想讲啊，我一定有捉者寄生虫，但是好佳哉，我甲你讲，我活较深啊。无死，无咱细汉的时阵，下下我拢在偷迄面汤药啊。哦，好 ，OK， 好，所以呢，最清气，我是讲最清气、嗯，我含细汉的时阵哈。去挂掉啊！迄念力啊，吼，去挂掉我的手，你知安怎止血？嗯，土贴起来裹起来，对，臭薄薄的，甲黏起来，然后用无线人啊，甲拔起来，嗯嗯，啊，一直无偌久就好起啊。嗯，所以含南部的泥土，伊都是清气的，就是安尼。哎，好，好，啊，咱今嘛呢，啊，要来听简上人简老师哈，啉水嘛甜，加南边缘。这个嘉南电源啊，都这个所在真空旷嘛，嗯，哦，啊，别位所在可能有山啦，有啥，但是迄个空空旷旷所在，荷兰伊迄个做，伊迄个气质都变作讲咧，时也足快，啊，足火爽都对啦，对对对，啊，人甲人中间无啥物距离啦，啉、嗯、水嘛甜啦，啉水嘛甜。有一年的寒天。去到北部的海墘，海风阴冷，雨水点点滴，压着阮的心头真稀微。嘉南边关，炎天吃日头，电也开关，几千里。菜花开有变时甜，鸟食最受过寒天，人心吊得无彩意，满头喜面真心意，亲切小酒问，饮水嘛甜。繁华的台北市，暗时七彩灯光闪闪烁，照着阮的心内真空虚。嘉南边关，树木青翠翠，电也开关，几千里。花开烧烫天边，秋蝉唱歌过热天，人心吊得无彩意。哦，管家己的水啊，啉水嘛甜啊。这个简老师是大拿人，家己大拿，我家己水上，来咱啉的水同款嘞，同款的水。哦，啊，过来呢，你魏武营，你干嘛去啊做兵？捌去做迄种，咱无退伍了，啊，去倒去当倒去做的，啊，什么教育召集啦，唔知三工啊五工啊，我袂记得。好好好，啊，当带滴，但是迄内底我呢写几啊首歌。哦，你内底写歌。好好好好，教育召集都让他出，让他运动一下，啊，等下啊都休困一下，啊，啊我闲我就走去当底下写歌。好好好。好教育召集其实应该拢好做米虫影啦，米虫影。较早这个魏武营伊是平安营嘛，对，吼，啊尾啊平安营向外迁啊，啊且当地本来要叫财团想要收起，你知道吗？收起要起大楼，是，好啊，这个高雄有一挂文化人、文化界人讲袂使的啦，这那安尼那收起单，隆重为商业甲物资化去，对，吼，一定爱。保留一挂艺术文化、人文的物件，对对对，我都去控制，啊，怎么搞不成功嘛？啊啊啊！成功我当
这维吾尔变啊也变成文化呀。啊好，啊你所以你写这个啊、内容的精神是个形容什么？就重点就是你讲到这这个、嗯，就是讲吼，较早维吾尔就是变啊呀，你出操吼、哦，啊即嘛变做日本呀，了以前咱即嘛将来，咱因为咱北部有这个啊这個。这个叫做两厅院嘛，吼、嗯哦，啊，点南部无嘛，对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嘛南部即嘛维吾尔要起一个音乐中心，嗯、啊，这个艺术中心，啊，戏剧中心，对，吼、哦，将来南台湾的日文重点就是伫维吾尔，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阮呐为遐个讲到过来，啊，大家也当去散步去遐接受你心灵的这个累积、哦，我讲吼，诶，拄到这个政界馆长陈明文嘛，啊、哦，伊嘛做立委嘛，对。啊！伊就咧讲讲啊，起来个台北吼，伊就感觉讲吼，实在对南部人是无公平啦。啊、我讲安怎？伊讲吼，伊起来台北吼，竟然啊含迄个天桥吼，都是迄个手扶梯的啦。你听无？我知。电扶梯迄个呢？安尼咔起嚟啦。伊讲迄一座安尼起拢几千万，有诶几亿诶啦。嗯。吼、嗯。伊讲因家，咱阮家己啦，不是因家己，咱家己啦，咱家己。伊讲咱家己吼，含要设红绿灯都无钱啦，你看差偌济啦。所以咱直接来讲了吼，其实咱真济台北嘛是南部人起来才拍拼，吼。所以讲哎，而且歌来吼直接听人电更加哩讲，听到南部描写南部的歌电到哎，有亲切感了。对啦，我先嘛你讲、哦。啊，咱今嘛就拄在你讲迄重点嘛。其实吼，我常常嘛想这个问题啦。其实税金拢是全台湾全国人咧交咧，啊，拢一来给台北人用。哎啦，无道理咧。啊，所以台北人嘛，个小可想阮南部困难咧。对。哦，你头先讲台北有两厅院。对。哦，啊，南部啥物拢无。对。所以这个魏武营吼嘛无简单嘛，咱来个欣赏者好不好？好，来魏武营。每日出草讲山平，为有赢咧全民赢，起舞中文转运命。那是绿地好条件，日文公园上落定，春风花香挂笑影。老好子孙文化城，咱若来到这，快乐谈心声。咱若来到这，日日好心情。要结束赢，美名歌声满山平。为你舞赢，要现代赢，创新传统做袂行。歌舞会记音乐听，人文美艺好名声。我来关心，你来请。幸福高扬第一名，啊，咱若来到这，快乐谈心声。咱若来到这，日日好心情。好，南台湾的土地之歌哈，魏武营陈老师写真高哈，安尼啊，我了一首较好听的歌哈、嗯，咱访问的是简尚仁简老师，给咱个各位切一哈，伊的《南台湾的土地之歌》哈专辑给咱个正式上市，搞会好几季，搞好几季哈，好，那咱需要进广告，但你阿个搁较好听的歌哈，未下大家做回来欣赏哈，好，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。嘛是绿地好条件，日文公园上落定，春风花香挂笑影，
老好子孙文化城。